hutan liper lata iskandar。这边有一个瀑布。是可以吃早餐，然后也有一些土产，然后还有这个茶的这个店。现在这边要走楼梯下去，如果下来的话要坐那个可以用走走的话是四令吉，那如果是坐车的话是十五令吉，路途还蛮远一下的。下来这边就有小的咖啡厅，然后还有打卡的地方，虽然没有很多啦，但还 OK。现在我们是走着下来看那个瀑布，人造瀑布就在这里了。是所谓的人造瀑布，这就是小设施，它的真样子是这样的。到这个是 Lavender Garden， 这边只能够还 cash， 大人20令吉，小孩10令吉。
这个 Lavender Ice Cream， 北海道的。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薰衣草冰淇淋，吸起来有点像那个 Jacks 那个味道，Jacks 滴水的味道呢。好吧，真的是有那个洗滴水。是老人的味道，嗯，好香的洗滴水。这边超多花的，对吗？花很多花，这种花很特别，我觉得。就是，看它就是这种，毛毛的，很像那个，像小辣椒，但是又。像虫啊！这边有超大的南瓜，要变成南瓜车了，要带我们去城堡里了。EQ Strawberry Farm 自己采自己的草莓，所以来我们一起步行过去啦。那其实这边也不是很好 parking， 没有几个位置。这边有一排花哦，他说欢迎您到 EQ 草莓园，我请给日本园于2017年中选两项荣誉奖，一品牌大奖，二农师传奖 Master Agro 和 Excellent Brain。由于本园是由三种不同的料剂种植法，一日本有机种植。碱性种法是属于健康及有机方式，生物科技让草莓听音乐，让草莓听音乐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看它草莓有没有听音乐。没有想过这个草莓是这样长的，它原本呢是从这边长出来的，从花朵，然后呢就开始长这种青青色的，就继续长，长了过后呢它就会长出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有一点点白红的，这烂掉了，那个这是白的，白的然后就开始变红了，红色，所以这边就是很多草莓园的，很多草莓的一个草莓园，叫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EQ Strawberry Farm。来，我们继续走。看，还有很多，这里这个，看它背后先。前面那边有很大只的。好，来，然后就剪它，不可以抓它的身体要抓它的那个茎。我们去前面。这根这边是40厘米，半 kilo， 所以半 kilo 大概是30厘米。那我们现在还差最后一粒，最后一粒就收工了。看，正在努力的找着下一个受害者，最后一个受害者，叮叮，来，请把它登上它的王位，叮叮叮，哇，好大力哦！为什么这么大力？喂，这个超级巨无霸，好，完了，喂，无力了。剪剪剪，这样快，我们剪了好久了。刚刚好哎。我剪到了。颁奖典礼，采完 strawberry 来吃冰淇淋。这边 strawberry 的这个
草莓冰有分无糖，还有低糖。我带，我带。哦，很纯的味道。大哥，告诉他是最